刚买的车，银牌在前面，没看到吗？那车是刚买的呀，没有一个月吧，刚买的。我操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幻觉，对，幻觉，对，这是老款幻影，是的，是的。我的这边好多美女哦！我操，刚这个真的可以。真的可以。哎，这边很多，这边很多。等小胖停好车，让小胖来。等他停好车，让他来。我搞不了。啊，等他停好车，让他来。我搞不了，我搞不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好，没事。今天你没道理是吗？这个车漂亮，在加州敞篷的。我上次搭讪被拒绝了，那妹子说我丑，后面我再不敢搭讪了，太伤自尊心了。太伤自尊心了，兄弟。后面不敢了。真有钱，说没用啊。是啊，大吃饭了。我先刷一个藏宝图，拿点人气好吧。最近我耗的钱多，我耗的有几十万了，随便刷消费。来搞一张，哇，正好干舰队，兄弟们，正好八点钟了，干一波557的舰队。这实话，正好八点钟干一波557的舰队，兄弟们，干一波舰队啊，557，7万的舰队，干一波，做死的干，好吧？怎么样，做死的干一波吧？7万的舰队，557啊，557，做死的干一波。召唤你们过来干舰队的，做死的干。我操，这边美女是真的多，我操，好多美女，大长腿。那直接干吧，直接干吧，先干波舰队吧。直接干啊，直接干557的舰队。一边干舰队，一边看节目吧。小胖一边撩妹，你们一边干舰队，一边干舰队，一边看小胖撩妹，好吧，不冲突。让法力敞个棚吧先。苏伟，你拿一下法力钥匙，把棚敞开吧先。把棚敞一下吧，敞个棚吧，直接敞。敞个棚放在这里嘛，万一有妹子过来喜欢敞篷车呢？就这一辆敞篷的，你看这边好多美女，对不对？有些美女可能正好只喜欢敞篷的车，普通的车她不喜欢呢，不得敞个篷吗？是吧？咱们摆这么多的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有美女来看，对吧？美女来看的话，就可以一起玩，交个朋友啥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哇，出年度票了，兄弟们，出年度票了，舰队不远了。哎呀，
是实话吧？啊，藏好了。那小王你玩吧，小王，你把这衣服脱了看，脱一下。冷。这样可以吗，兄弟们？这样，你脱一下在船上嘛。冷。在船。